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陳思恩 Eunice， 我很喜歡聽歌的，所以對耳筒是特別有要求。我試用過 EOPS 最新的 Noise Zero WM Plus 入耳的藍牙耳筒，我最喜歡它就是夠輕， 12g 戴上來很舒服的，不聽的時候也可以掛在耳仔上，方便又不怕不見。我也知道它藍牙是行 4.1 的，接收穩定，支援 APTX， 可以講電話之餘也可以用到8小時的夠曬長氣。我也知道它的 base 也很夠，又有這個 IPX4 的防水，有時也可以拿來做簽，希望大家可以試用。